中共似乎拥有庞大的军队，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共军队又是一支不透明的部队。但是最近美国陆军总部公布的一份新的非机密文件揭露了中共陆军的战力真相。该报道在序言之中指出，横跨西太平洋和东亚的领土争端、侵略性的网络活动、不合作的外交、可疑的贸易行为和可怕的人权记录，都破坏了中国希望被视为厚道的超级大国的目标。报告的附录对中共军队的战力进行了评估，顺序依次为机动部队、火力支援、防空、航空、工程和化学防御、网络和通讯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报告分析，中共军队的机动能力主要体现在地面部队的73个联合部队之中，并得到了空军、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持。美国陆军有相对单一的编队和装备，而中共陆军有各种各样的车辆和装备，具有更重要任务的合成旅则优先获得较新的设备，而其废弃的装备往往被移交给不太重要的指挥部。报道说，尽管进行了改革并更加强调独立行动，但是中共陆军部队不太敢独立行动，低阶领导人害怕做出决定，高阶军官们则害怕承担责任。在高度集中的等级权力机构之下，这些是中共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态。报告对陆军航空兵是这样的评价，其主要限制是系统密度低，维护和保养资源有限，特别是在较低的战术梯队。在信息化进程方面，中共陆军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报告指出，在卫星、远程和非视线通讯技术方面亦都存在不足，这些将阻碍其执行远征任务。此外，其联合数据网络类似于美国的 Link16 数据链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在战斗之中发挥作用可能还有很多年。特种作战部队是中共所有地面部队训练得最好的，但是没有专门为长距离远征行动设计或者装备的特种部队。除了在中国边境地区和领海内的行动之外，中共陆军的国有部队一般都是面向国内的。这份报告为美国陆军培训、专业教育和人才发展而设计，其内容将帮助美国军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国际局势。